燕双飞。牵着手，走过荒芜的。
开言，今天觉得怎么样？你昏昏沉沉睡了两天了、啊，真的把华叔给急死了。这封信可以收起来了吧？你天天看，天天流眼泪，你的体温又怎么能够恢复正常呢？我今天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，杨阿姨已经决定啊，要回来的日子了。我说杨阿姨要回来，你难道不高兴吗？她应该早点回来的，应该在陈燕生产之前回来。陈燕心里有个解不开的结，如果有她陪着，陈燕她就不至于。你现在说这些话，又不近情理了。有谁能够预料这一切？而且杨阿姨何尝不想早一点回来呢？白叔叔一连动了两次手术的事，你也忘了吗？难道陈英的命就没有白无尘的重要？你不能这么说，你知道这么说是不公平的。你难道不觉得陈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吗？他的确可怜，但是大家对他爱莫能助。你冷静地想看看，如果杨阿姨真的早一步回来，这一切真的有多大的不同吗？陈岩走自杀的路，我们心里都难过，杨阿姨的难过更是锥心刺骨的。她不能在陈岩分娩前回来，是因为她现在是白太太，她对白先生有一份为人妻的责任。我不用你来教导我，蓝天问。其实詹以恩和傅兆梅结婚是我们想不到的，更不必说有什么防止的方法，你说是不是？詹以恩太可恶了，他的母亲心肠太狠毒了。不必怪展宇恩，陈岩都不怪他了，你又为什么要怪他呢？至于展太太，我们以她的立场设身处地地替她想。她的丈夫刚去世，公司里……蓝天文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懦弱的烂好人，你自己知道吗？想想看，陈岩对翟岩的心到什么程度？他一向相信他，不管岩怎么样对他，他都原谅他，还替他找理由做解释。结果，翟岩却抛弃他，和别的女人结婚。陈岩因此牺牲了自己的性命。却也还是原谅他。像这样，你说詹岩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嘴里说爱詹岩，这是个什么样的爱情？开言，男女之间的爱情，拿古今中外的各种例子来说，没有人说出个中的道理。每一个陷入情网或者发生情变的当事人，又有谁能弄得清楚自己什么时候被什么鬼摸了头？你不是当事人，你不知道人家的心路历程。蓝天问，你学这套替恶人找借口的本领做什么？开言，人世间有许多痛苦的事情，我们不能接受也只能接受。陈岩就是一个例子，那也许是冥冥中的安排，能无能为力，也无法抗拒。
常理用不上，怨天尤人，只会徒增自己的负担和苦恼。你闭嘴，我不想再听你说任何话。好，我闭嘴。但是在我闭嘴之前，我还是要唠叨两三句。你最好不要多思多想，已经发生的事情发生了，时光是不能倒流的。你走。哎，天文，你可再不走，我就要大声叫，叫人把你赶出去。你们吵什么？开言怎么了？雨洁，你陪陪开言，开言不希望我在这，我暂时避开一会儿。开言，怎么了？我妈就要回来了。那不是很好吗？你们母女那么久没有见面，你不是日夜都在思念她吗？她回来的太晚了。陈燕已经走了，陈燕多想喊一声妈，可是现在谢谢你来接我，这是应该的。天文，开眼线怎么样？我要马上到医院去看他。没有问题，我先替你们把行李推出去。天文，不用客气，我可以自己来。那你们先到门口等我一下，我去把车给开过来。医生还没有检查出什么毛病，所以现在暂时还不能出院。阿姨一直非常思念着开眼和陈岩，因为我一连开了两次刀，耽误了他的行程。唉，没想到今天是在这样情况下回来。等会儿开眼醒过来，看见杨阿姨一定会非常高兴的。杨阿姨知道陈岩的事情之后，她几乎夜夜失眠，非常的自责，没能好好照顾开颜和陈颜，我也十分内疚。白叔叔，你刚开完刀没多久，长途的飞行必定很辛苦，回来这段日子还是避免过分的劳累才是。本来杨阿姨也说要我留在家里休息，她自己一个人回来，可是我一方面想陪她，一方面想回来看看你大家，我会小心自己的，谢谢你的关心。
只是想帮你。也很聪明，如果呢多练，说不然就学些什么，比方说画画啦，弹钢琴啦。从前你不是学过钢琴的吗？我不喜欢弹钢琴。你很会画画的，记得吗？不，我不要学画了，我想我去写小说好了。等将来我把小说写出来啊，爸爸一定会大吃一惊，而且一定会很满意。因为呢，我不但会赚很多钱，我还会名气渐渐大起来，到时候啊，爸爸一定是满意极喽。哇，这个风景真是漂亮哎，你看对面的山坡，那边还有一条小河。那么爸爸就把这块地给你了。爸爸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李阿姨，姐姐，爸爸说他给我一块地哎。陈岩，爸爸心里对你和你姐姐一直都十分的愧欠。爸爸，我也舍不得离开你，我爱你，爸爸。德石，德石，你看这个月份的企业家月刊封面上有詹岩跟傅兆梅的照片，这上面有关于他们两个人的长篇报道。照片还有展太太的照片，詹岩跟傅兆梅笑得这么甜，老天爷，那事情就很明显了。陈岩是看到了这张照片，听闻那天对他手势或展太太叠交动手势的话，也就完全拆穿了。你给我从来不奢望回报。想起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如水。凯言说的话是对的，陈岩虽然有的时候是糊里糊涂的，但是他也会很精明，尤其是他关心的注意的一些事。最近他一直相信展家那个老太婆叠交腿部开刀的事，而且他也相信展以恩是因此而不能回来看他。这一来，陈岩看到这本杂志对他的打击一定是很大。这是什么人？这一本像催命符的东西怎么会落在陈岩的手里？啊，我记起来了。陈岩自杀的那天中午，他说他去拿冲洗好的宝宝的照片，照片取回来，交到我手里给我看。我还说，照片中的宝宝好可爱。他仿佛没听见，以免匆匆忙忙的上楼。我还正奇怪。他好像有点心不在焉似的，可是怎么想到他
那就是他自己在书报摊上看到的那份杂志给买了回来，都还没来得及把杂志给我们看就。他不一定想把杂志给我们看，就。展贤，你真应该千刀砍万刀剐，昧尽良心的禽兽不如的大混蛋，你害死了我的女儿，我的天真可爱的陈妍。开言，是我，是妈妈，妈妈回来了。妈，妈，你为什么现在才回来？妈，妈，陈妍她好可怜，我一直想着你，如果她原来。都是妈不好，是妈对不起你们，对不起陈妍，是妈害了你们，害了陈妍。妈现在也很痛恨自己，也十分的后悔。但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。妈，妈女儿，不要再哭了。你身体不好，不能够这么激动。现在妈妈会一直陪着你，直到你身体好起来，绝对不会随便离开你的。乖，妈，最近他死得好惨，他像一辆开得好快的计程车冲过去，张雨杰一直在后面叫他。当时把他的手提包向雨杰丢过去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封留给我们的遗书。这些事情我知道。他的遗书在哪儿？拿给妈看看。你先躺下来，休息一会儿。闭上眼睛，睡一下，听妈的话啊。我最亲爱的姐姐和爸爸。我现在有一个决定，那是非常对不起你们的，但是我想来想去不能不那么做，所以爸爸姐姐我就要那么做了，只好请你们原谅。我爱翟以恩，没有他的日子我不知道要怎么过，最简单的方法是到另一个世界去，那儿我的日子或许比较好过些。翟以恩很可怜，他爱我，我完全知道，所以请你们不要把我的死算账到他的头上，他已经够可怜了。
如果你们怪他，我心里会很难过。我不能看到妈妈了。我本来希望她早一点回来看我。现在她什么时候回来，也都没有差别了。请你们告诉她，我爱她，也请她原谅我。我真希望在我去之前再看他一眼，但是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了。吕阿姨，蓝天问、蓝天宇、赵雨前都对我非常好，我只好在这里说一声，我感谢他们。我留下一个可怜的小女儿，但是我不必担心什么。姐姐，我舍不得你，你是我的另一半，但是我不想要，因为我太痛苦，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。陈言，最后一次戏。翟言现在人在哪里？他们还没有回来吧？他知道陈言的事吗？天文，
你接到杨阿姨跟白叔叔了吗？杨阿姨直接从机场就赶到医院去看开颜了。她说她要留在医院陪开颜。白叔叔刚开完刀没多久，需要静养，我就送她回旅馆去休息了。啊，听闻你杨阿姨，她怎么样？她还好吗？杨阿姨又伤心又自责，但是她坚持撑着，要留在医院照顾开颜。妈，你昨天一晚都在这里，这怎么可以？我真的……乖女儿，你放心，妈睡得很好，只要你好起来，妈愿意一直陪着你。其实这些日子以来，昨天晚上是妈睡得最好的一天了。妈，白叔叔呢？白叔叔住在饭店里，他昨天还来看过你，记不记得？昨天他在的时候，我……乖女儿，不要跟白叔叔客气。今天你的体温稍微下降了一点，妈心里猜。妈，翠云她太可怜了，她真的好可怜。不要再说陈言了，妈这次回来陪着你，有好多好多的话要对你说。妈，妈知道你对于妈跟白叔叔结婚的事心里一直非常的难过，所以上一次提倡国庆，我本来想把一切经过的事情亲自告诉你和陈岩的，让你们能够了解我不告而别和后来所做的一切的决定。可是妈，我看了你给我们的信以后，我很清楚你一向所受的苦，你所做的任何决定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不那么做的。白叔叔对你好，可是我一向愚昧不懂事，因为我总一心希望你和爸能够……请进。吕阿姨，妈回来了。昨天晚上妈一直在这里陪我。何时？世美，真的好久不见了，也真是要谢谢你们。蓝天文告诉我，你们本来准备卖地帮我偿还债务的，一直到今天我才有机会亲自谢谢你们。飞鸿，你这样说就见外了，
好在你和白先生已经把一切处理妥当，我的决定不过是口头引起。师妹，我真的要谢谢你对开颜和陈颜两姐妹的关爱，我真的非常感激。还有蓝天云、蓝天问两兄弟对他们姐妹俩也非常的照顾，我也要好好谢谢他。你千万别这么说，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飞鸿，关于陈燕的事物，陈燕的遗书我看过了，他没有怪任何人，只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会走上这样的地方。陈燕的后事我们已经在处理了，我们希望能够听听你的意见。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处理得非常好，这件事情我就不管了。我们已经选好了墓地，等开颜身体完全康复了，大家伙一起看看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开了一天会，累的。妈，那个啊，对了，赵梅呢？赵梅没跟你一块回来啊？赵梅留在公司，她要跟台湾那边联络事情呢。你也真是的，她怀着身孕，你也不多陪陪她。哎，公司里又是副理，又是协理，又特别助理在陪她，哪差我一个人呢？倒是肚子饿了，妈，有什么吃的？哦，我去准备啊。妈，等一下，你那报纸别拿走啊，我没看呢。哦，你刚刚不是说累了吗？就歇会儿吧，报纸待会儿再看，看看电视吧啊。哪位？哦，华人日报记者，我就是展颜，华成颜。华成颜有没有跟我订过婚？干你什么事啊？什么？华成颜死了？华成颜自杀死了？报纸在哪里呀？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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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这样，爷。陈爷，我陈爷，陈爷，是我害死的，是我害死了的。不是，不是，这不干你的事啊！我害死了的。我对不起，我对不起啊！
今天有个好消息，医生说你可以准备出院了。是吗？医生说开颜可以出院了。杨阿姨，因为你天天在医院陪着开颜，有你的安慰和照顾，开颜心境就平静多了，所以病就好得快。妈，我一出院你就喊我一起回家好不好？开颜，爸爸已经替你办好了出院手续，这就带你回家了。爸，妈妈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回家？妈，我们可以住同一个房间啊。飞鸿，欢迎你来住，千万别客气，开颜有你陪着，他的身体跟精神方面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妈，好不好嘛？我是怕太打扰了。飞鸿，你如果不嫌弃，我们一家人都欢迎你。是啊，好吗？这栋房子你还记忆犹新吗？休息着啊。嗯，好。那白叔叔，你们坐一下，我先上去了。杨阿姨，我把你的行李拿到楼上去。嗯。白先生，以前时候动了手术，现在都还好吗？现在情况还好。本来，飞鸿早就想回来看女儿，是为了我住院开刀。才延迟了。陈岩发生这种事，我心里真是非常的难过。如果他母亲能够早点回来，那就好了。白先生，你不用这么想。陈岩的情况你是知道的，他走上这条路是他自己想不开。我们总想尽心尽力的帮助他。开颜为了陈岩，还向学校请了长假陪着他。谁想得到呢？事情成了这样的结局。白先，嗯，请用茶。谢谢。请用茶。谢谢。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，有一种